孟存真颁发毕业证书，全体毕业生请起立。受证代表三年一班杨玉任。恭请校长颁奖。可以啊，校长奖了。双子立正字008号，学生杨玉任党，中华民国89年1月23日生，在本校修业期间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。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，给予国民中学毕业证书。台中市双子国民中学校长林柏修，中华民国104年6月16日执政。